没毛病。他是把这儿拆下来了。又是等这个东西啊，等了一周的时间。城市24000多，更换方向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依然。我们现在是在营口的比亚迪售后，那个方向机坏掉了，等了一周的时间，终于是到货了。今天把它更换一下。这几天想的更厉害了，感觉。嗯。现在是10:20，看换完大概要多长时间吧。卸两个前轮儿。先拆护板，然后再拆上面这一坨。就是整个这个坏掉，这个拆起来还是很麻烦的。哦，他这个是把它放下来哈。放下来，对。基本上是这样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他是把这儿拆下来了，其他地方不用再拆了吧？不用了。哦，现在是这个东西坏，是这个方向机坏掉，然后已经把这个位置，这不是这差别吧？然后把这个位置卸下来了，还是个大工程啊！这儿卸下来了，趁着比较彻底。这么大一个，是哪个地方响啊？这块连接这块哦，是这个位置哈，这个连接的位置响。这个是新的哈，对，8月28，哇，刚好一年。这个是8月31，这个是8月28号的新的，已经换上了，比想象中要快很多。终于是换好了，车轮一装就 OK 了。开到这边来做一个四轮定位。它换方向机的，它有范围值，我记一下，调到最佳你看一下会说。方向机是已经换好了，最后再把车冲洗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出发了。